色之球的游戏规则是先在摸彩箱内放入六颗白球以及红黄蓝绿四颗色球，队友需以接力的方式跑到定点处抽球，若抽到白球需放回，60秒内若能成功抽出红蓝黄绿四颗色球就可以顺利过关。整场修狗秋晨和谢梦景能通过好色之球的考验，用卡通造型气球成功换到高级进口刀具组吗？好色之球这四个颜色都漂亮，有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哎，除此之外还有六颗白色的，哎，那这些球怎么办呢？当然就你是把那个彩色的捡出来就可以了，在60秒之内，对不对？六十秒之内把彩色的球捡出来就可以了。秋晨非常的拼命，拼命三娘哎，真的非做到不可啊！谢梦景是吧？梦景你比较好像腼腆一点，也不用客气啦，比较含蓄，你穿平底鞋冲啦，冲啦啊！加油，那就开始了哈，预备，加油，加油！不要管，他白色的。加油！啊！天啊！你冲到一个颜色，加油！啊！完了完了！这样，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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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的，加油！很好！啊！白色的，小心！哎呀！继续继续！两次，还有两个，拿的，很好。那最后一秒手伸进去拿出来，两次，这个奇迹在本节目发生过两次，他们是第二次，非常幸运，恭喜他们。我一紧张都忘了刀具，刀具组，你们刚刚现在要我刀卖才对啊！哎呦，因为这个其实也不容易，这个几率已经很难了，因为越到最后一颗是最难的，六颗里面只剩一颗啊，所以很难的。可是我刚刚有算呢，六十秒有十颗，一个六秒之内要回来，赚了，值得的，值得的，赚。前面大概连续四颗都拿白色的，对啊，我以为已经没机会了，最后一秒成功，哦，我要去买乐透，请你们帮忙去买。那个梦景很厉害，很厉害，颜色几乎都是他。你拿了三颗嘛，不过人家最后秋晨也来一颗，好，互相。哎，这最后这个叫临门一脚，没有这临门一手，那怎么抽得到呢？好，恭喜你们，可以成功。